你知道吗？未来工厂不需要人，也能24小时运转。未来机器能自己配合，天衣无缝。未来工厂里连一颗灰尘也进不去。未来品质由自研的全智能机器把控，未来甚至每秒就能生产一台手机。未来需要想象，但更需要去实现。这就是小米探索未来的一小步。未来才刚刚开始。小米智能工厂